ขอนี่ตางหลังก็ช่างคุณดีมากก็ช่างเจนเอ็มเอ็มอุ้ย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ครับโอ้ยอะไรที่จะตะเกียงกันใช่หรือไรก็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อะไร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ลยที่ช่างเลยวิ่งเอาอยู่在哪里呀到齐了没 OK 了 OK 了来请大家坐下来请各位来大家坐下来上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哦，不要急着脱裤子哦，不要急。后来欢迎各位乡亲来到咱泰国帕塔亚，咱这个所在叫做逍遥翡翠湾树林海滩俱乐部。我是俱乐部的部长，我是曾潘，真的曾曾孝的，迄个曾大，叫我曾孝。感谢你哟！感谢感谢，过来注意听。等一下，咱要进行水上活动。以后我要甲各位报告的是，你的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事项真重要，大家要先注意听。你莫伫遐乌白叮当，无需要坐咧听哦。等一下，咱要进行水上活动。以后我要甲各位乡亲报告的是，你的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事项真重要哦。等一下，你要深水的人特别注意。家己遐富贵重的物件先绑起来哦，你唔通甲早咧海底人就找无啊。晚上咧借纸手表，用绑的拢绑绑掉，放家己的包包内底。免啊，保管真简单，要省水之前，请你甲包包放喺家己的衣仔顶，用恁扎来的大毛巾甲扛起来就好啊。肚仔放伫保险箱，物件绝对袂放下。千万袂使甲贵重的物件等咧桌顶做你走好，才有流动贪官这类物件。你甲手表啊、手机啊放咧桌顶走去省水，伊若行过来，你无坐伫遮，安尼无提伊，足艰苦的哦。那你要哪里赶快啊？哦，所以就是贵贵重的物件，甲放包包放无好，无看到绝对袂甲你叮当。第二个，请你甲鞋啊拢脱起来，放咧家己的桌仔架，咱免穿去省水。等来用看家己的鞋啊，找着家己的位。好，准备好船只，带恁去省水的所在旅游片。要省啥，我来介绍，大家注意听，会使省。袂使算你家己决定哦。水上活动有三种：摩托车、香蕉、船拖、易滑板。水上摩托车、船只骑，咱好在紧张刺激都袂变。会晓收水，袂晓收水，都无要紧，全部拢总会使算。但是有一个人袂使算哦，咱在座大腹肚的无？有啊，像我，有啊，你腹肚是吗？怀孕的有没有？怀孕的不要好了，你袂使了。怀孕的你莫骑啊，摩托车高速弹跳，你怀孕小朋友是会抓出来啊。怀孕的绝对袂使。有没有骨质疏松症，还是你的尾椎捌受伤、开过刀的有无？有这个症头的无？那有你爱注意啊！我倒摆咧骑，伊会一直疼、一直疼。你若尾椎无好，有可能会受伤哦。之前有人家转来，咱就直接鼓励开一堂课会台湾的。旅行社有特别交代，团团都要讲，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家己上清楚，会使算、会使算，你爱家己决定。第二个叫做香蕉船，捌算过无？我有经验啦，香蕉船分两种，变甲歪变，你家己选。爱紧张爱刺激的，你选变；行落水的，你就选歹变。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不管你选啥，我就是我阿姐讲的。对啦对啦，反正你的心内爱有落水的准备哦，免惊，反正咱有救生衣，上过就浮起来，船只会甲你救上岸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香蕉船啊，真正变落去，你的双手一定爱甲香蕉船放开哦。你无放手，船啊变过来，甲你缀咧水底，安尼你会去予香蕉船缀伫海底里歹水啊。之前有一个妈妈，伊就安尼戆戆啊啉，一直啉，一直啉，拄啊啉到八支。带伊三工，开十万块来救他啦！特别注意哦，唔通重蹈覆辙。下个水底随放手，香蕉船就分开。你有救生衣，马上会浮起来，船家会立刻救你回来。来，我调查一下，咱这团内底有没有不会游泳的，请勇敢的举手。好奇怪，手放下船头，就可能来。来，注意听哦，你袂晓抽水，赶紧赶快会使算，但是你要注意啥？当你下个水底浮起来了后，离船家还袂来给你救进前。不要紧张，不要慌张，咱家己救家己，安尼来救。双手抓住救生衣的领口，脸向上，啪啪一个四个字，躺着呼吸，躺着呼吸会吧，简单吧。他今天讲白云鸟啊飞过去，船只就给你救上来啊。你唔通浮起来，搁把家己的头卡在水底，狂狂你摸啊，你救生衣就白穿的啊。会记得哦，抓住领口，脸向上，保持专注就好，船只会尽快救你回来。
第三项脱衣滑板，你该拢毋捌算过。十五公斤的茶包与滑冰，耍的时阵轮到你，你家己站伫滑板面前，头前滚啊久嘞，身体重心往后转，那会带你外口飙一个紧张刺激，安尼飙的特技。但是算这要注意啥？十五公斤的茶包为虾米？肯定会受伤哦。那我们要怎么避免？你站伫面前，你家己的身体重心一定要尽量往后躺，你唔通把重心放伫茶包头前哦，还用等轮你也往前冲，撞到木板，不是木板破掉了，是大家的腿哟。注意哦，重心一定要尽量往后，才不会撞到木板。准那带你去冲顺，你等来挑战成功。但是若中途失去平衡，滑倒下个绝对要怎？香蕉不是香蕉的棍啊，一定要放开哦，甲香蕉船同款啊。你想看嘛，下个绝对无放手，准那会直直拖。迄个木板有无力，为你的脚分开，走位下巴来。你放手伊就分开啊，完全无代志。但是你若无放手，搁拖落去十五公斤的差板，它会顺着海浪一直无情的照顾你的头。安尼一路转啊，你家己想看嘛会变安怎？阮的经验上，迄个撞到像猪头转来叫人做领导，上严重迄个十七只尾只骨甲遮来啊，怪异的不是迄结果，迄个小腿就是尾只弄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下个绝对随放手木板就分开，你有救生衣马上会浮起来，船只会给你救上来。安尼大家有清楚哦？哇！强调一届，你上香蕉船到滑板，只要滑咧水底，一点爱放手哦。好，水上活动三条救生衣人疼，咱甲请转来休息区。你要落去深水、深水，拢赶快救生衣，一定要穿的哟。船底如有保养，保养公司有规定，落水一定要穿救生衣，要若无出代志，完全无理赔哦。为着咱家己的安全，莫让台湾的亲人烦恼，落去深水拜托的救生衣，请大家一定要穿的。过来头前迄安全浮标有看到无？一条叫做人船分开船界线，船啊伫外口，人伫内底拢袂弄到真安全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安全浮标伊家己本身真无安全哦。当底泡伫水底上面长满了贝壳跟牡蛎，像刀片一样，请你唔当去加摸，唔当去甲白黑挂掉的老火，离安全目标愈远愈安全。好，水上活动结束，一人一粒椰子，两人一盘水果，搁有一条皮毛巾让你用。饮料无到，恁来看恁后壁一间白色的铁柜，一间叫白光，我看伊无啊，伊叫白光啊，内底三拢有得卖，秘鲁汽水、冰沙、矿泉水、臭冰、鸭冰、无炸冰，两内底都有需要干货，无炸沙、无炸可、无炸的内底嘛有干货。路上活动：麻将、象棋、跳棋、扑克牌、沙滩排球、足球、飞盘、漂浮船、天线、卷土板，全部拢伫内底。你剩下用去白光这边钱的生条，对伊就好。上尾本少盖浴室嘛，你白宫内底它是收费的，门口有人在收钱哦。上厕所五块，换衫五块，洗身躯伊会收二十块。下期你要用本少，你爱炸钱去，二十五、十一百，伊会走你。五百、一千，伊有可能会走袂开，请你甲恁导游换好再去。安尼大家清楚袂？哦。来，上尾一点，安尼两撮会了。有没有不玩水上活动，你要换做卡底两年的车牙就水啦，我都知道经过名一下，不喜欢。就等到来，注意听，你们家水上活动还剩两碗做沙十分钟的卡底两年，按摩师有来很牛的力量，香卡香就肩膀脖子跟额头沙十分钟，轻轻上浆多健壮，但是特别注意哦，泰国两年爱消费海边啊行情40块两年，两条我会记住你的按摩师。我都强调，这个这是交换的。如果你来去车后倒来升降了，传上来看人抓到足舒适的，你嘛想要抓半点钟350块，收费40块，380块啊！因为你无升水，换做脚底也无所以，才让你收40块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好来，我搁调查一遍哦。你想好，你不爱升水，你要换做脚底抓着的，请你举手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团要讲啊！后来我。